的。你是一个首长，这东西要处理明白吗？所以我首长我先是一定有效的。哎，又怎么样？又不行啊！明月，我说如果是在州内的问题啦，州内的事情，所以我先定有效的。所以我说转来转去，没有转来转去。我说要做这个东西，我说为什么你才当你说你写信支持要搬去京城的时候，最终没有。没有，我说了，一直传来传去，我再讲一次啊，这个、我再讲一次啊，写信支持老板，过后要看各种的 response， 肥差呀，听我讲啊，槟城要，周末要，腾腾也要。首先你们没有问，所以我就没有一个个针对某个领袖，过去担任领导的，他为什么没有被委？比如说记者问张世文，哎，我见了好几次张世文啊，我也力邀他加入这个团队啊。可是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所以我最终还是要决定，我最终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。他目前他选择说他退居幕后，然后呢他会继续在别的平台来协助我们党。我想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注重他的个人的这个事业发展，所以但是他答应我他一定会帮这个党，但是不一定站在最前面的。